那没关系，我们先讨论啦。啊，请劳动部部长还有那个行政院秘书长，请他们上楼。啊，所以。我阿德这帮先讨论咱了，三十六条嘛哈，你们是针对三十六条要表示意见嘛？还没有要完成这一个程序啦，我怎样念的意思？我们就配合嘛，哈。但是今天只是交换意见，因为有这个有，因为时代力量党呢，他不愿意参与协商了哦，所以我们还是只是交换意见，这个程序哦是交换意见哦。来，大家哦，请翻开第三十六条啊。我们昨天剩三十六条，还没有发言。我们第三十六条，来，三十六条，请宣读一下啊。啊，请那个劳动部跟那个他，还有好，赶快。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六条，劳工每七日中应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为例假，一日为休息日。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一、依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每二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四日；二、依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七日中至少应有一日之例假，每八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十六日；三、依第三十条之一规定变更正常工作时间者，劳工每二周内至少应有二日之例假，每四周内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应有八日。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时间记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锁定延长工作时间总数，但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雇主使劳工于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时数不受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之限制，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且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行业，雇主得将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及第二款锁定之例假于每七日之周期内调整之，前项锁定例假之调整应经工会同意，如事业单位无工会者，经劳资会议同意后使得为之。雇主雇用劳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上者，应报当地主管机关备查。宣读完毕。三十六条，三十六条，好，来，那个部长跟应凯卫到底有没有邀请？嘛，亲民党，我们宣告愿，因为今天的协商是找刚才国民党党团要求嘛，那我们就配合，因为昨天有三十六条还没有讨论，所以我们这个算是沟通嘛，因为时代力量我们刚才一直联络，哦，没有联络到人，他们就不接电话，他们就不来，哦，啊不来啊，所以我们就沟通嘛，哦，啊亲民党来，亲民党、欸，我们有啦，好好。那你可以先听一下，亲民党会来了啊，亲民党有事要来，好来，三十六条，会有，他们还没来以前哈，这三十二条是以昨天讲完那样的版本哈，我们有稍微啊调整一下哈，你看一下好不好？那分给大家，你哎不用分，好，那我们就先看讲完你三十二条之二，你看一下，来练一下来。来修正动议了啊，哦！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来，对，你宣读一下，再修正动议。第三十二条之一再修正动议。雇主依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使劳工延长工作时间，或使劳工于第三十六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后，依劳工意愿选择补休并经雇主同意者，应依劳工工作之时数计算
补休时数前项之补休期，补休期限由劳雇双方协商，补休期限届期或届期终止未补休之时数，应依延长工作时间或休息日工作当日之工资计算标准发给工资，未发给工资者，依违反第24条规定论处。宣读完毕。蒋委员，修正这样子，您觉得怎么样？好，谢谢院长，我想这一条，也感谢说院长昨天愿意接受我们来讨论啊，所以拟出文字。那我这边还是有一些意见哦，没关系，跟院长讲。第一个哦，就是说在第三行第一项，然后第三行，应依劳工工作之时数计算补休时间，时数哦，这个部分哦，第三行，对，时数了，对，这个哦。就还是回到原本的问题哦，对不起。所以你觉得应该怎么修？应该是要依照他的这个加班的费率来换那个比例的时间。对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没有，我跟院长说明，没有，因为现在变，如果照现在你的文件，就是变成还是1:1，哦。没对，时数1:1的话，就会造成老板占了便宜，因为我加班我是要付出1.33、1.67的加班。啊，他本来就要给他这个啊。对，他要么照这个比例给他钱，给他加班费。我知道你的意思啊。所以实务就是这个问题。真的这个问题啊？来，劳动部讲一下没？来，劳动部讲一下，就是说。他是1.33的当时的加班嘛，你当然要给人家1.33还是1.66，那怎么用平常日的还人家？不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都是说你让我加班了，好来，对啊，院长很快就了解了。美珠部长再想一下哈，因为他昨天就讲过了啦，但是我是要跟蒋委员哈跟报告一下啦，实务上劳基法如果你弄得很复杂。我们中小企业很多，可能在台北你面对的是大公司人资人事，但是我们在南部很多中小型企业，你告诉他说我在休假日休息日我加班，按如果发给工资是要一又三分之一或一又三分之二，这个部分还可以理解。你说如果劳工本身他就选择要补休，表示什么？表示我休息日你叫我来上班，那如果我休息日我损失了伤，我损失休息了，你给我钱，你加成给我 ，OK。但是如果劳工说我还是想休息，我换个时候休息，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对一的补休时数是一对一的对应，在管理上是方便。但是昨天呢，您的提出之后有个很好的意见，万一他换成补休之后，到时候休不到，那还是回归到你是在休息日加班要补给工资的成数给你。老板没有因此而得到了便宜，但你可能会说，那他在休息日加班，如果给钱是有加成，那如果换补休，为什么不要加成？我要说的是，这是劳工的决定嘛。其实很多我们中南部的到外地，尤其到台北，我可能一个月我的时间我要计价，我可能你我一例我的7天7休1的计价，我想要保留到下个月计4天。那某个程度来讲，我一定是在我的休息日加班。那我的计价对老板来说，你一旦计价，你变成你的休息的时数可以怎样？你可以再加成。我说的意思说，一个是计价，一个是我这边的补休，我想要用加班来换补休，让我的假期可以长一点。你把加班时数的休息日的加班的加成的工资，又换成了时数的加成，会造成啊在管理上的复杂跟零碎化。所以我们是觉得，既然后面你所提出的已经有补休，如果不能休，譬如说我可以补休5天，结果呢我实际上还有3天不能休，那先确定这3天如果是休息日的加班的补休，你要还原到我休息日的加班的工资的加成还给我。但是如果我有休了，休了就是休了，休法哈不要搞到连劳资双方都不清楚要怎么计算。我知道您说的逻辑上的那。但是这个是劳工可以去决定嘛？劳工如果决定他的休息日加班要用补休的，他就知道这是一对一的补休嘛。
啊，这个你们两个没有冲突啊？没有没有，很大的问题，我说明一下。我想现在实务上，老板就是用1:1的方式换补休，那对劳工非常的不公平跟伤害。他可以拿加班费是照加成来换，那所以就老板的角度，我当然是让你换补休，我划算啊。所以现在实务就是不断的用各种方式让劳工说，我不给你加班费，我让你换补休，所以才会造成现在后续。所以如果还是维持这样子，只是照时数1:1，这样我先说完，这是对劳工的伤害，非常不公平。啊，昨天我们不是讲，昨天的提案设计是说要照加班的费率1:1来换。啊对啊，他刚才讲就是我1.33，照比例来换时数，要换补休的时数。不，阿弟，这把你的意思是怎么样？1.5。如果加班一天就换1.33的。这应该是这样说啦，一波东西啊，加班嘛，加班的是在正常工时以外，在延长工时，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在很长工时的状态加班呐、啊。啊，伊加班的时候，你也当讲啊，零工哦，你加班一点钟哦，这是1.33呐，啊，两三点钟是1.66对不？来，我哈、哦、找一天工作时间，啊，你较慢来一点钟，还是两点钟，安尼就报过啊啦。啊，伊的意思是讲，可是我报的，你叫我和我报的是一块的。啊你，你爱付我，我也是平均是1.58元的啦，伊是咧计较这啦。这样转换是 double 加成嘛，就是会。来，我讲一下，这昨天讲的哈，我们再冷静想一想，一个是刚才讲这个点，一个是补休，然后不补休或者不见了。哦，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这个补休还不没有补休还不见了，这个一定要把它围堵起来，一定要给他钱，就讲这两个点。那现在我想，我们今天。现在第一个点哈，请老部长讲清楚就好了。好，来，部长来。跟各位报告，这一条是在我们昨天在协商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针对这个，其实呢，大家的意思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我当时是听到院长说，我们就不要加成，我们就不要加成，但是给他加。该报的报也。我是在院长的这个指示之下，我们来拟定这样的条文。那昨天呢，我们也没有提到说，如果违反这样的规定要怎么办？那现在呢，我们违反第24条是有罚则，可是那天提出来的没有罚则，所以我们也很负责任的在这一条的最后一个地方，我们加了说，如果没有发给工资，还要依照违反第24条规定来论处。那24条规定它是有一个罚则的，好，所以呢，我们这是把按照院长昨天的指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条文。以上补充，谢谢。我意思就是讲啊，他做多少，你就要给人家多少钱啊，那啦，我觉得哦，你换钱当然没问题了吧？哈、哦，现在你要加班，钱是一定要给，哦、工资嘛，哈、哦，加班本来就有加班的工资，哦，那个就解决问题了。你加多少班，不管你休息日或是延长工时加班，都是换工资没有问题。现在是要换休，哦，啊，换休稍微复杂一点。你看休息日的费率不一样，哈、哦，跟平常的延长工时费率也不一样嘛，哦。所以换补休，大家会觉得哇，哎、欸，就拍省了，尤其是小企业就拍省了。但是哦，哎、欸，要注意一点呐、啊，就是因为我们你看，大家想象哦，平常加班其实你看都不会超过4小时啊，平常日啊，所以其实都没有办法用日的啦。你的加班时数都在算的，都是用小时在算的啦。你今天。你看嘛，你今天加班了2小时，明天加班了1小时，后天可能加班3小时，好，连休息日可能也都是用小时算的，不是加一整天的，好，都是用这样是常态，你知道吗？你加班时数本来就是用小时在算，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就要累积才会变日啊，但是你休假没有可能再休小时的啦。好，当然你说早一点上班，晚一点下班，这个都有啦，哦，这个我了解嘛，我晚一点去，但是我如果你看刚刚不是讲机假嘛，你北部的人去南部机假，那一定是我机一天，好、哦，我就用平常的累积到最后机一天回去，
那你看，我用休息日来计价，我休息日的时候多做这个休息日多做两小时，下个休息日多做三小时，一个月下来我积了多三天，那你看他损失多少？那个啊，我要换人放假呢，我休息日第一个一那个小时是2.33呢，我可以换2.33小时哎。来，那个林伟，我这样说明一下哈，其实江委员哈，那边啊，金马利给他休息日换成平常的休假，一天换一天。因为我们平常日加班、哦、平常日加班如果补钱的话是只有加0.33，对啊，那如果照此来，我平常日加班加个小时，我换只能换0.33小时哦。如果按照姜委的逻辑，我休息日加班是加成的，平常日平常日加班不是0.33哦，不能乱讲哦，平常日跟休息日加班费率都一样的哦。对啊，不啦，1.33就2.33，我们讲了没有错、啊？这样子应该这么讲啦，对啊，1.33跟2.33嘛。我现在只在想说，这个计算方式非常的零碎啦。你这样子计算方式零碎化了之后，我对不起院长，我这么讲，来，阿舅，你可能冇开过公司，你冇请过人啦，吼，你做头家，啊，你咧落岗。劳资双方对这个计算，常常在我们实务的状况里面，对加班费怎么计算，常常就搞不清楚了。好的好，啊不好去检举的来审，哈、哦。啊，你看，你讲，这个啊，如果说要补休的话，用时数来算，好，不要0.33，那嘉宾可能误解哦。1.33好，我跟你讲，如果他平来你听我讲，说我知啦。1.33、1.34，或是1.66、1.67啦。我跟你讲，我们光是这样子1.33、1.34、1.66、1.67就已经很零碎的一个计算方式了啦哦。这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他加班，回工啊，一天12点钟，正常工时8小时，后面4小时啊，后面4小时加班，如果他要换成补休啦，前面2个小时呢，来2×1.33，后1.34好了啦哦，后面2个小时2×1.67啦哦。那这样计算出来啊，哈，人家加起来，他补休的时数是6点多小时啊，啊，6点多小时，请问他要怎么累积补休？这第一点，他零碎化补休的时间变成是本来是要规工的，就要变到规点钟。这第一点，第一，你要去累积才可以补几天的时数，而你去补那几天的休息时数，又要怎么计算？多久才算一天的补休？这第二个计算方式。我们会碰到实务上的困难。第三个，80%以上的中小企业没有人资处，没有人资长，没有这个管理人事的小姐来帮你计算这个，而且甚至连电脑的可能系统里面也都没有。你实务上，嘿，大家我不是讲未使算，算了了，人工算的，连咱咱家你讲都有可能算唔对呀。你讲遐中小企业会算甲完全健康吗？会有这个问题呀、啊，院长。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昨天在协商，我也有跟部长反映的嘛。我们中南部的企业，不管是员工或者是雇主，弄工作拍什嘛啊？可是新存不是1.33、1.34啦，几开心？我就说1.33、1.34跟1.66、1.67，我跟你讲，实务上面都有人这样计算呐、啊。所以他昨天。院长不是讲吗？就 1.5 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倍。不啦 1.5 是你们提出来，我说是个讨论的一个项目，不是说我来裁定啦。啊，那裁定你大概被填过来，我来裁定啊。好了，院长，我回应一下啦。哦，我想我们今天愿意坐在这边仔细深入讨论，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大家都不反对。但是哦，我先讲一个点，这个时数哦，第一个绝对没有计算。困难的问题啊，这个都是技术面，绝对可以克服。加班费行之这么多年，1.33、1.67，时数的计算，退万步言，如果真的觉得1.34、1.67这个小数点有问题，那我们改成1.5，啊，方便计算。第二个，我跟院长说明，今天制度设计为什么会有加班费？哦、啊，正常的时候1到5。加班费率1.34、1.67，休息日更多。最主要是劳工，他一天工作8小时，你要开始加班的时候，对他的身体心理是很大的负荷，所以我们需要让他多工作这个小时，要给他多一点加班费。
所以同样你要换补休息的时间，就要给予他较多的时间补回来，而不是说把他比照原本前面八个小时正常工时一样一比一，这就违反了加班，不是啦，加成加班费有加成的设计。我了解你的意思，我来，爸爸，所以我来院长最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第二项，来第二项来，前项之补休，其补休期限由劳雇双方协商，这个期限当然是要由劳工来决定，期限如果是由劳就不对不起我。补休期限应该是要以年度终了为一个基准，如果期限是由劳雇双方协商，会造成院长知道劳工比较弱势。如果你没有定一个年度终结协商，如果未来三年、啊、没有，这边是期限是由协商，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另外一条，这个递延的那个补休是到下一个年度就结束啊。没有，院长，那是特休。补休这边，我们一开始的提案设计是要年度终了，院长也知道。可是这边你的文字是期限由双方协商，劳资双方协商，所以会造成无限期，可能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怎么办？会造成无限期，所以这个是这文字要调整。那个部长，这个。他今年度的休假没有休完到下年度，那没有休完就应该给钱，对不对？会不你这个文不就是针对三十二条之一嘛，不三十二条之一，你补休没有休完你要给人家钱嘛、哦、那这个会延宕到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吗？跟院长报告，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现行的实务上都是由劳资双方他们自己去，但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到底他在什么，他没有补休完的，到底他加班以后要补休，在什么时间之内要补休，我们希望是由他们双方去谈。但是哦，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限到了，或者他的契约可能还期限还没到，可是契约终止了，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要发给工资，所以我们后面这句话是讲补休期限届满，或者是或者是这个契约终止，而没有补休是要给嘛？会有可能这个期限是不是三年？不，五年？对啦，十年加个期限。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啦，黑雷对啦，这个蒋委员讲的有一点道理啦啊、哦。那你要不要设计嘛？设计工。好，你这个补休年度终了是最好。我觉得刚才第一个问题，那给钱他做多少就给多少，大家都没有意见嘛，做多少给多少啦。那卖工啊，他加班 1.33 我们就要变成给人家一，那个都很好记录啦，以现在的电脑哦，不要怕记录。来，我刚刚哦，我刚刚他做多少，他。该可以多少休息时间、啊、不要加成啦，没有 加班费率啦，就是照加班，他加班多少钱就给人家多少，就卖电脑你省就好省的啦。阿丹吼，为这个小细节要争几波哦，一点意义都没有啦、哦、第二，院长你讲的钱工资是没有问题，照加班费率、啊、时数如果就要照原本那个费率换那个时间补休息的时间，这才符合加班的那个当时的立法目的跟政策设计。院长，因为你没有给他这个加班费，他要跟你换。来，等一下，这样子的补休。好啊，第二个问题了啊、哦，真的，如果说啊，他补休没有办法补，然后要三年、五年、六年之后再给，没有期限呢？他这个没有定期限哦。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期限的？是讲，好，你递延休假，你都有一年了。那一年，那你好，最多两年，你至少有一个明确啦。阿拉伯，我补充一下，这个期限是要双方协商啊。啊不，双方协商。对，如果双方没有协商成功，就是等于没有期限啊。因为这个是、啊、没有期限，就是他没有期限就会不了了之了。我啦，咱到时候就离职了，不了了之了啦，那就和谐了。一定，这个跟特休不太一样哦。这个加班工时，它会在瞬间里面增强它的工作强度，
所以他的补休不能递延，特休是递延一年，但是这一种不能递延到一年这么长，可能最长是你现在一段密集工作，那你就要一段时间赶快给他补休，是为了回复他的体力。是哦，所以这是不是要一个月或者是一季最长，不能够这么久？对了，你这样讲应该是要这样，在法律劳动法理上是这样，体力回复说的。他要不要累积明年的假？所以你这样讲也不对啦，他大概要看是一年还是两年啊？一定补休不是为了计价，不要讲计价，这个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累积起来的补休，其实也不休会生病。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要去玩出国去玩，是为用特休的。要讲要征求主席的同意啦，好不好？好，那这样子啦啊，这一条应该是。应该是要有一个期限，没有说是十年还没有办法给人家了哦。那刚才林维洲委员有讲，大概两年内了哦，要有一个期限啊。好、哦，那你不能两年，当年休完一定要年度终了，年度终了，隔年度的终，隔年度了哦的终了。因为当年度就结清休息日，那我们特休假是。可以延长一年嘛？这个劳动部你再拿回去修正一下啦啊，修正一下看看啦，不能收劳哈。对啦，啊，谈多嘛，啊，光都加迄个原地特休一样嘛。好，好，这个哈，这个让劳动部再思考一下啦啊。我们进入三十六条，来，三十六条啦，来，三十六条，劳动部要不要说明一下？部长，那个时数一比一还是没办法接受了，那个时数还是要照加班费率。来，三十六条来说明一下。主席，我们接着大哥私底下去上了。三十六条了，来，三十六条，三十六条那个说明一下来，那个请劳动部说明一下。啊，这点。三十六条，三十六条是所谓的这个七休一的这个问题了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我们增加了经过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最后一项，我们加了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且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行业，雇主得将第一项、第二项、第一款及第二款锁定的例假于每七日的周期内调整。那么前项锁定的例假的这个调整应该要经过工会同意，如果事业单位没有工会的话，那么经过劳资会议同意以后使得为之。雇主人数如果是在三十人以上的话，要报经当地主管机关备查。那么依照这个里面，我们为了要确保我们未来所谓的这个把关机制，所以呢，我们也研议一个双重的一个把关作为。第一重的作为就是由我们主动来检视、来盘点，而且公告可以适用的一些例外情形。也就是说，我们会由这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跟劳动部，我们来主动检视我们在105年9月10号，我们有一个例假七休一的令示，那时候我们已经允许针对七休一有一些例外，所以呢，我们会盘点这个情况。啊，盘点这个特定行业的特殊情形，那么经过劳动部审议的这个机制，我们认为是有必要，以后我们才会针对所谓的时间特殊、地点特殊、性质特殊、状况特殊这四类的这个特定条件之一来公告指定。那么在这个指定之后，如果说没有被公告的行业，他自己的情形也比较特殊的话，我们依然在循刚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依然是由这个我们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大家一起来盘点，然后跟主管机关再一起来讨论过后，透过审议机制，我们再来评估以后才予以公告。因此呢，在这一条里面，虽然外界认为我们这一个呢，有可能会把这个七休一的情形变成以后12休2，甚至于14休4这样的情形。变成一个原则，那么我跟各位报告，事实上呢，在我们现在的作业里面呢，就只有针对这四种特殊，也就是时间、地点、性质跟状况特殊的情况，我们才允许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外的一个采用。啊，以上先补充报告，谢谢。好，那请大家表示意见，来，陈委员。好，院长、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七休一的一个部分，可是我要提醒哦，其实关于七休一，应该是你在95年前
也就在欧洲已经开始就有这样子的规范了。那个时候是1923年就生效的第14号公约，也就讲说，凡公司、企业或分支机构所雇用的全体职工，每7日内应该要享受连续24小时的休息。当时是对工业工人，可是后来规范又继续的扩大，哦，变成是说，其实也扩及到服务业、新闻业这些从业人员。我们今天要讲哦，如果现在按照这样子的规定，会变成14天里面可能会有连续工作12天的状况，也就是说只有头尾休息，中间会连续工作12天。所以之前在委员会，如果部长记得的话，我一直有在就是跟你讨教说，连续工作12天会不会造成过劳？在医学上面，连续工作12天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过劳的状况？而事实上，国家卫生院他们也之前有一些报告显示，如果是连续工作超过7天以上没有休假，就已经会有过劳的情况发生了。所以我会觉得七休一其实是一个底线。过去95年来，已经很多的工业化的国家都已经在实施，台湾也已经是进入到已开发国家，工业化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个七休一的底线一定要好好的去考虑。当然刚刚有部长有提到说，有些状况时间地点行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要做这样子的考量。那如果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可能至少我们在修法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人道跟经济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够予以考量。你的规定上面没有说得很清楚，你们将来在审查的过程里面，还有就是补偿的原则，你要怎样去补偿因为这样子连续工作12天造成的对于身体的伤害。不要讲别的，过劳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stress， 就是连续工作就压力太大。过去大家都忽略这个问题，可是现在过劳死的人数一直在增加，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就是在这一条里面，如果说我们的劳动部是决定说还是要这样做的话，至少我刚刚讲的在人道与经济方面要做考量，另外呢在补偿的原则上面必须要予以考量。好，以上。陈委员的意思是如果要这样做要严谨一点啦，啊哦，好，来，还有哪一位要表？来，等一下，蒋委员，然后再林委员。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燕秀委员刚才先举手，这个票我不比较啊，好，来，没有，他先举手，来李委员，然后再林委员、苏芬委员，然后再蒋委员，好，哎，李鸿金委员，好，谢谢院长。院长，在我再回到32条之一，有一个数据，我留给这个劳动部去做一下考虑哦。好，根据公务人员行政院第95年12月5日的这个受函人考字哦，它有一个规定。未来我们如果要修的话，我觉得公务员跟劳工，我觉得应该要一致哦。未减并人事的规定哦，他们公务员他是各项的补休统一规定在6个月内。补休完毕，并以时为计算单位。我把这个公务员的规定，时间啊，对，时间啊，对，时间的时，那他6个月内他就要休息完毕。我把这个讯息交给劳动部部长。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公务人员跟劳工的部分要一并去做思考。好，那我接下来要回到七休一松绑的部分哦。在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法的条文当中，国民党有三个非常的坚持。一个是11小时轮班制，一个是过去长期资方产业界都在喊的工时账户，我们仍旧没有开放，我们认为有疑虑，因为如果没有相关严谨的配套措施，那真的是会造成劳工的过劳。第三个，我们的坚持就是七休一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有4周的变形工时，4周变形工时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弹性，背后我们还有可以开放部分的产业界有特殊的需求，我们其实可以去做试用，劳动部也可以开放。我们担心的是七休一的全部松绑，未来变成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连续上班12天，这个会增加地方的
主管机关也好，劳动部，我们还要去检视那么多。那在我们现在劳检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包括我们现在全台湾的工会大概只有5%、6%，我们劳检的覆盖率，连监察院都说全部的失业体要走完一趟要12年。我觉得这个开放到底是为哪个产业界开放，到底哪个产业界有需要开放七休一的部分，我觉得劳动部应该交代清楚。四周的变形工时难道不够吗？我们今天都一直希望是劳基法是越修越好，但是绝对不是倒退。所谓林万益讲的国际潮流，人家国际潮流是什么？人家是坚持11小时的轮班休息，人家仍旧坚持是七休一。那我们今天的修法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所以昨天院长为什么我们今天认为说朝野协商要持续，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听到林美珠部长说明清楚，包括到底哪些产业别他有需求到11小时轮班制，他要特殊开放，包括七休一，四周的变形工时还不够，他要全部的都可以开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很大的疑虑。如果事业主管机关，包括我们的这个劳动部，我们主管机关单位要同时会上，如果我们没有把关清楚，我们未来会增加多少的业务量？我觉得任何一个在职灾的过劳或过劳死，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劳动部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力？特别我们现在团体协约也不足，我们现在给那么多的话说得很漂亮，我们给劳资弹性，但是你劳资弹性必须在劳资对等的状况之下。请问我们现在全台湾的劳资有对等吗？我不认为是对等，特别是我们工会也不足，团体协约签的也不足，劳检也不足，在这三项不足之下，劳工的保障到底在哪里？除非部长有办法承诺我说，好，我多少时间之内我工会可以达到国际的标准，我多少时间之内我劳检一定要达到多少的人数，我随时打一个电话，劳检人员马上就来。我觉得这对劳工相对是有保障，但是我们现在在所有的配套措施都不足之下，我们要开放七休，我就觉得有问题。然后另外我觉得今天部长一定要在台上讲清楚，到底哪些产业别我们现在已经有开放这个四周变形工时还不足，哪些有提出来这样的需求，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检视，免得所有的行业未来都要释放七休一。我觉得这个在检视上，我觉得事业主管机关，包括我们劳动部，包括地方的主管机关，都会增加很多业务上的困扰。所以我们在这一条修法上，我可不可以拜托大家，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上，站在这个前提上，我们就事论事，好好的再去做一下思考。谢谢。好，我们请林淑芬委员。院长，各位哈，我今天大概我援引这个邱俊彦，就是我们的学者哈，邱俊彦的看法，我跟他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提出了这个，他也是我们劳动部的这个政策那个什么委员，好 ，OK， 他也是我们中央党部过去的经常咨询的这个政策学者哈。他讲了几个令人忧虑的地方，这样的松绑，第一个，他可以松绑的对象扩大了，因为他本来在105年的时候的函释啊，他限了3种例外。那这一次的我们修法里面部长讲说，我们例外要变成4个，齁，增加为4个样态。那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大概媒体传播相关产业都有所放宽了，但是他现在增加的为因应天后施工工序或作业期程，以及这个特殊样态新增了为办理非经常性的活动或会议，就是从原来函释的3个例外要变成4个例外，再加上1个额外的审查。那在这种特殊样态里面的作业期程啊，齁，因应天后施工工序或作业期程，看起来好像是为营造业或者是建设工程在设置，但是它还可以被解释为
含有急单的状况的交货需求，因为在作业期程就有急单和交货需求的行业都可以涵括在内，它没有明确的限制这个范围定义，它会有被扩大解释的疑虑。而我们知道光是字眼上的营造业或是工程建设的这个这一类，它还是这个所谓的职灾第一名的，或是职业职灾死亡率第一名的，它还是一种需要高度专注的，可以连续12天，真的合适吗？然后他还讲说啊，邱俊彦老师又讲说啊，要在一个审查的里面，你说特殊状况要办理非经常性的活动或会议，并没有行业限制的可能。那换一句话说，任何行业只要办理非经常性的活动或会议，就可以晋升为松绑的行列。这样松绑未免太宽松，很难杜绝例外变成原则的疑虑。好，各位，但这没有入法哦。这是他们行政部门的说法，法条里面连这个都没有。那第二个，邱俊彦老师说，这样隐藏版的这个松绑对象会变成无所限制。这次调整的松绑对象有一个隐藏版，就是说没有被公告为可调整例价，但希望列入的企业，只要你去找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以及劳动部，各位没有审查哦。本来11月我们部长来我们委员会的时候说要审查，回去以后审查机制没有了，现在叫经过劳资政学会评估决定以后，就可以由劳动部公告放行，又打破了行业的限制。任何雇主只要想让自己的企业这个松这个他只要去游说最高层。邱俊彦老师的讲法啦，他说只要行政院一个命令下来，劳动部任何机制都挡得下来吗？好，我们不要这么说，这是邱俊彦老师的说法。那我说的，因为现在是这个经济部要一起拉进来，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经济部交通部一起拉进来，其实是弱化我们劳动行政的主管机关的权力啊。所以啊，我们在这样子搞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松绑对象无所限制，挡得住经济部的压力吗？挡得住交通部的压力吗？不要说挡得住行政院吗？我们看到我们的空屋防治法其实就挡不住交通部嘛。本来我们是劳动法劳动体系里面唯一的主管机关叫劳动部，现在还要拉一个经济部和交通部这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一起来共同决策，那这样的劳动法不会太离谱吗？好，那邱俊彦老师在讲第三点，松绑的期间可能没有限制。各位，在105年的函释三个例外它是有松绑时间的限制的，就是说你现在两周内适当调整原定的星期例假，期间隔至多12日，意思是说放松绑七休一最多只能在两周内调整而已，本来是这样子。但这一次公告对于可松绑的期间这个限制从来没听过劳动部报告，而且就没有了。那没有松绑期间两个礼拜的限制，难道会要变成一年或是全年吗？那劳动部会说不会，我们不会，你授权给我们。可是我告诉大家，法条里面也都没有写进去我们要空白授权给劳动部吗？所以我们在讲说啊，如果说两个礼拜这几个例外有需要的时候才例外，特殊情形才例外，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呢，这些例外是要有期限，如果说是全年都变成例外，或是一季全例外，或是半年全例外，对劳工来讲这样子叫例外吗？如果全半年整个半年都是在松绑七休一的状态可以吗？那邱俊彦老师在讲第四点，就是例外状况各位也没有明确入法，绝对可能变成原则。因为这个都是劳动部口头说的，我们在他的修法的版本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四例外一审查一例外审查，我们通通都没有看到这个字眼。所以把关的机制
邱俊彦老师认为说变成空谈的几率非常大，那就要问我们立法院，我们要毫无条件的直接就空白授权给行政院和劳动部和交通部和经济部这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吗？所以啊，我们如果例外没有例外状况没有明确入法，绝对是有可能把例外变原则的风险。那第五个哈，就是劳资会议的功能。他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劳资会议的问题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哈。劳资会议啊，我们都知道，还曾经发生劳资会议你不配合资方的决议啊，会被开除的。那我们也看到，在劳资会议的前一天，真的被开除了。那事实上，劳动部面对这种处境的劳工，可以说什么？没有，不能说什么。我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说，大家不要口口声声说劳工自己可以决定，劳工自己会决定，劳工真的有办法自己决定说我不要吗？我们劳基法的意义和目的何在？劳基法的意义跟目的就在于我们要保护劳工，不要用一个单独的劳工独自去面对大老板资方，因为劳工跟资方没有议价的能力，这就是劳基法必须要存在的目的。那我来讲说这个，有更何况大家说送地方政府备查，聊备一格以外有350万的劳工，各位，一半的受雇的劳工，将近一半了，他350万劳工是他不需要送地方政府备查，因为他们是30人以下的公司，根本无所谓备查。好，我最后讲一点，我自己观察到刚刚讲说美珠部长到我们立法院来，我们说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跟你反映，然后你要不要回去审查，他说要回去好好严格的审查。结果现在整个行政部门改了，因为呢，我就看一下那个7月11号赖正义的新闻啊，有个新闻报道说赖正义商总理事长赖正义他说，过去为了松绑七休一，商总申请了30个行业，只批准了5个，还需要主管机关同意，有放宽等于没放宽。所以各位，劳动部在审查放宽的事项是交给劳动基准咨询会，依据他们的设置要点，劳动基准法里面指定适用或排除适用事项，排除适用的话哦，都要交给劳动基准咨询会去审查。现在放宽七休一，他排除劳动基准咨询会，直接要交给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平台，叫做劳资政学会。劳动基准咨询会本来就在审议变形工时责任制还有排除事项的适用对象，为什么七休一的弹性放宽他就不用被审查？这个时间改采经济部、交通部连资方都能够主导的劳资政学会平台呢？我们的时间是到10点，然后我再延长30分钟了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讲话尽量精简，因为这是学生。讲话你不能否定说我们这个。来换李鸿经委员，是完全在放水。李鸿经委员，我说我们空白授权，我没有讲放水两个字。总之，我自头至尾都没有讲放水，我在讲空白授权。空白授权等不等于放水？这我不知道，大家评判嘛。来，请李鸿经委员。讲话也要得到我们院长的同意。对了，大家都要遵守议事规则了，拜托。好，来，李鸿经委员。谢谢院长，谢谢各位。这个依照劳动部的说帖哦，其实大概就是七休一松绑的话，大概分成3大类了哈、哦。就是如果整个他的一个说法的话，其实本来在原先的我们之前的劳基法里面，七休一是没有松绑的哈、哦。那这次修正的话是把它松绑。那他的说辞里面哦，可是我们要回归理性的来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过劳死哦，大概这个平均起来哦，大概145天会有一个人哈、哦，就是11天会有一个人过劳死。可是
这个过劳死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定的它的一个定义哦，其实是不是是狭义的，不是广义的哦。那在广义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包括疲劳的部分，包括心脏衰竭也好，各方面也好，还有职灾方面都好，如果要把广义定起来的话，这个数字会更加的宽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依照劳动部的说法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就像刚刚李彦秀委员所提的，就是四周变形公司哦，其实它的行业已经有42个行业已经在这里面了，其实它就已经 不受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限了。那现在又把它纳入的这个范围里面哦，其实公众便利等于就是运输业。那运输业的话，其实我们大概都还，如果依照不讲国外哦，大家都还历历在目的哦，在运输业里面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不是单纯的驾驶的个人生命安危而已哦，我们更担心的是乘客的生命安危哦。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松绑，当然你可以把它归会说年假或什么必要特殊的状况，可是在你年假或必要特殊状况的时候，可是这个跟在你的疲劳驾驶，这是一个等号。更何况你的疲劳驾驶不是只有你跟乘客而已，你会危害的是在一般的道路的驾驶，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去考虑，而不是用你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就这个的话会影响的层面的话，其实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讲真的，这个很难去说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殊工作地点了，特殊工作地点当然就是交通相当耗时哦。那特殊工作地点是什么样的地方？当然就是山上、海上。那山上的话，当然就是现在的雪隧，不是雪隧，现在的疏花改也好，你一旦进入了山洞，可是要了解的就是说，当你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不是说我就开始在那边可以连续工作，它可以轮班休息，可以轮值休息。其实这些事情是可以都去克服的，哦，所以这个第二点也很难去说服哦。哦，包括像是也是一样嘛。第三点，哦，就像是船舰、航空器的哈，其实这一些，当然你也是可以排班轮休嘛，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缩帖哈，我是觉得很难去了解，也很难去理解了哦。所以我是觉得七休一的松绑，我们本来就有四周变形。这个公司已经在这里面已经有42种了哦，我是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再去把它松绑哦，谢谢。哎，请何委员再来一起林立产。好，谢谢院长。没有讲话的先讲啦，你们刚才都讲话，等一下让你们讲啦，等一下啦，等一下，我很简短，好好，我很简短，我讲重点，院长讲说要讲重点哦。事实上哦，这一次的修法，劳资双方的弹性都是我们要兼顾的一个方向哦。那尤其刚刚也讨论到，为了劳工的权益，加班要换补休方向，我想大家都支持。只是刚刚我们提出来讨论是计算方式的讨论的方式要务实哦，这第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修法还是为了劳工的选择权在修法哦，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条没有全面开放，虽然我也可以尊重刚刚李鸿钧委员他所讲的劳动部的缩帖看起来哦不太能够说服人，所以我们等一下 是请劳动部再讲得更清楚一点哦。那这个松绑，哎，对不起，这个七休一的松绑是有条件的松绑，而这个严格的条件把关机制在哪里哦？这是第二个，等一下请劳动部再讲清楚一点哦。那再回归来，这其中一个把关的条件是在刚刚有人问说，劳工到底有没有议价能力？其实现在的劳工不是二三十年前的劳工，现在的产业环境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产业环境，现在的产业的样态或者是劳动的一个样态也跟二三十年前不一样。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我想劳工有没有议价能力，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有没有议价能力，当然有啊。没有啊，我们李彦秀委员说没有啊。哦，那你自己心怀少气了。对呀，李彦秀委员说他没有议价能力，那可能你要多多照顾你国会办公室的助理了哦。那也相同的，因为李彦秀委员这样子讲了哈，我就在想说很纳闷哦。我们看了今天桌上的资料哦，那李彦秀委员说他反对什么什么什么讲一堆了哦。可是我们同时在今天的修正动议里面，李彦秀委员有提出修正动议啊。而且呢，所有的修正条文呢，前面一二三四五六
通通完全跟行政院的修正条文一模一样，只有最后把这个雇主雇用劳工人数在行政院版本是三十人以上要报当地主管机关备查，李彦秀委员是把它降为15人以上。哦，所以呢，既然有提出修正动议，我觉得很好，大家来讨论，不要写一套说一套。那而且呢，在李彦秀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版本里面，陈移民委员也支持哦，很多人都支持。那同样的，林立产委员也在这一条文也有修正动议，哦，也有修正动议。而且呢，我们的陈移民委员、蒋万安委员也都有联署修正动议。也就是说，前面的我刚刚讲的所有的文字都一模一样。也赞成有条件在严格把关的机制下能够调整开放七休一，而是在一些字句上面的一个文字的不同而已。所以呢，我是呼吁大家就坐下来好好的就这个修正动议来讨论啊，让它呢能够呢更务实执行得了，而且呢更能够把关劳工的权益。谢谢。来，林立产委员，再来吴以群委员，再来蒋万安。哎，是蒋万安还是要你？对，蒋万安委员，好。其实刚刚谈了很多了哈，我要谈的是说，我们常说有不管是工会还是劳资的会议，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工会只有全国只有7%有工会，那93%是没有工会的。那第二个，我觉得劳工这部我们的那个基本法，其实对劳工来讲是最低最低的基本法，因为刚刚林淑芬委员在讲，我有很认真的坐下来听，其实我觉得说一季每一季都会针对劳工所需要的去把它讲出来。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委员会觉得说劳工是有议价能力的，20年前跟20年后，如果我们的劳工的能力是这么高的，那为什么要修呢？之后如果遇到这部法就已经 OK 了，为什么还要再修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整个劳工到底每个工作的样态是什么，而且有时候过劳不是只有劳工危险而已，像刚刚李鸿金委员讲的，过劳如果他的行业别是所谓的驾驶，还是一些比较真的是比较劳重的东西，那必须要说，其实在座大家也有接触很多基层各个行业，不是说我们修了这样子我们认为说劳资双方会议就可以解决的。那我认为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去谈到说劳工现在已经有议价能力的非常厉害了。如果我们的劳工，所以您说我们的20年前跟20年后的劳工就不一样，就有很多东西，其实哈，我们的劳工现在就算你觉得劳工什么都有了，表示您认为资方什么都没有，所以要给资方更多吗？没有，你不可以曲解我的意思，对不起。我不觉得，因为我不能说，我不能接受，是我来自基础，我也当过劳工，我能体会那一种没有办法去跟老板议价的，那我也体会我们很多新住民姐妹因为意见不合，其实就像林淑芬委员讲的，卖蛋糕明仔啦，因暗就使叫你回去啊。那连你的劳资纠纷都找不到，对，那你违反他找不到吗？好啦好啦，我们这样啊、喔，我们这样，这个不要你一语我一语啊。劳工就像现在一样，好啦好啦，劳工一样，就像我要讲的，你们这样那么凶，劳工有办法跟老板去讲吗？那个林委员，我们好好的讲，好好的讲，大家心平气和。我在讲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对了，阿弟麦港气口啦，因为你已经攻击了，我没有攻击任何委员。我说我当过劳工，我能体会劳工的感受。难道您是老板吗？你是老板吗？我当过劳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支持林淑芬委员的意见嘛。如果要认真讲，我们都当过劳工啊。你就已经那天晚上你说可以去争取什么，其实我们很多基础的劳工，你要去走法院，你要去争取，大家都要够巴肚啦，没时间再去争取钱啦。那我们国家要立一个劳工的基本，就是要照顾这些没有能力的劳工嘛。对，就是要照顾这些有能力的。我们要保护的就是没有能力的劳工。陈一鸣委员，你刚才还一再纠正，没有取得发言权，你不能这样子老是哦指责别人，然后宽容自己，我们都不要这样子了啊、哦，好不好啊、哦？这个林伟，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哦。那么我曾经在就业的时候，好好，老板换吴以群委员啊，你不是讲完了？外籍的人，
就叫你明天不要来了。好了，要去找谁？好，来，我们大家都是为劳工，也为企业的发展呐、啊，哦，这个不关这个，其实大家的方向都一致，只是有一些角度大家在思考比较不一样了、啊、哦。就像说刚才也有提到林伟，你有提案，我们看你的提案，哦，大家来也可以来讨论呐、啊，啊。好，来那个魏勤委员。哎、欸，谢谢主席哈、哦。我想，这个36条的一个修法哈、哦，劳动部确实是把105年9月10号公告的一个函释把它入法哈、哦。那当时的函释就有三个例外：时间、地点、性质的特殊。这次修法在税帖上面又加了一个叫做特殊。状况啊，状况特殊的情况啊，那我自己在修法的一个提案里面，其实是要确认一件事，因为这个36条这次的修法七休一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可以连续工作12天的这样特殊状况，我们会担心过劳。我要确认一件事，也是要请劳动部一直跟我确认的，就是说我们7天休1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常态。这是常态，不能工作超过6天，这是一个常态，也就是我们应该要确保劳工是要有休息日的啊、哦，因为12天的连续工作真的会太累。好、哦，那其实接下来就要问劳动部几个问题啊、哦，就是在这特例上面，虽然我们有加了把关，在多次讨论里面加了把关，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劳动部还有劳资协议。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到的税帖里面提到的一些状态哦，比如说配合联结或配合一些这个大众运输要输运，我们可以理解它可预期性。可是，在天后啦或是海象，这是不可预期性哈、哦。我不知道未来在审查或是所谓的条件怎么去审查。刚刚林淑文委员会担心的说哦。到底你的标准，或是你怎么，我们授权你去审查，那未来要清楚这个审查机制哦，怎么审查？再来是你的这个劳资政协平台，这是一个新创的平台，我们不知道它会什么运作。过去我们知道劳资或工时的那个平台很严谨，好、哦，那个咨询会很严谨。那这个劳资政协平台是新创的平台，我们不知道它未来怎么运作，这是我们也要请理解的说明的部分。另外。这些通过的有期限，有没有期限？不能永久的嘛，因为工作长时间。好，等一下我们再请部长回应了啊、哦。好，不要激动，那最后一个，对，要请部长一起回答了哈、哦。那另外一个，确实在劳资协议这个把关上面，我们多次在委员会也跟部长讨论，劳工的一个跟劳资之间的对等哈、哦，真的是劳工是不利的哈、哦。那怎么样把？保障劳工，因为这次我们劳动部这次的修法叫弹性安全，给雇主弹性，但给劳工要安全。对对 对。那个安全里面包括后面的一些把关机制。等一下，请劳动部。我们请劳动部要确保的是，如果万一我不同意，那有没有相关劳检可以协助我？对对 对。或有哪些保障机制可以来进来帮忙我？不要让劳工处于一个无助的一个状态。对对对，谢谢。好，来蒋万委员，然后再来陈义杰委员。不，我们要照政党的轮流了。好，10:30到10:30啊、哦。好，简单了啊、哦，大家简单讲出重点。这次第36条，七休一的松绑，你要讲好。我要讲。好，大家最知道就会造成连续工作12天，这一条是这一次修法里面最关键的，所以劳工朋友有办法承受连续工作12天吗？这个我们要先问。如果你说有特殊极端的需求，这些行业好，那你盘点出来告诉我们，而不是如此空泛的用一个概念式的特殊性质就这样子概括。你盘点出来嘛，第一个我们从委员会执行到现在没有盘点出来。第二，现在的函释九月份的函释就已经举出了3种例外，包括屠宰业、旅客运输业，从事工作地点具特殊性；第三，船舰、航空器、考试的围场、电厂、税收执行职务，就很清楚。有什么必要让例外入法变常态化？为什么函释你不能处理？第三，现在劳基法里面四周变形也可以处理。我们看
我再提一次，我现在能拿到的就是劳动部37页评估报告。劳动部的评估报告里面13页对于例假七休一不得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规定，14页说他们调查去询问多数劳工团体认为应该继续维持例假七休一不得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规定。这是劳动部你的评估报告，多数劳工团体也认为要维持现行，绝对不可以破。再来，那他说有些资方，比如第15页周休二日，美容美发业挚爱难行，美容美发业假日客人较多等等等等。劳动部30条之一四周变形工时包含什么？指定理发美容业四周变形就可以破七休一了。你评估报告说因为这些美容美发客人太多没办法因应，所以要把例外入法，这不是很荒谬吗？你自己打脸。再来，等一下我们再请劳动部回应哈。好，简单哦，后面还有一堆哦。我刚拿到劳动部的说帖，因应表演拍摄其成修复艺术品需求，其实在30条之一四周变形已经有这些适用，包括指定市场及展示管理业，还有指定娱乐业，还有一般旅馆业，还有影片及录影节目带租赁业等等。也就是说现行劳基法都可以破这些，破除七休一了，都可以处理，为什么要动到36条劳基法里面核心中的核心条文？为什么？最后32条之一，如果劳动部你坚持还是要照你的1:1这样子来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就不要换补休，强制就给加班费，不要让换补休成为资方不给加班费的窍门。我了解啊，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如果同意我们附带决议，就这样。好，这也是思考的方向啦，好不好？如果加班可以了解了解134 167，那个劳动部赶快思考一下啊，来赶快思考一下，陈义杰委员。好，那侬精简哦，好，因为好。院长、各位委员哦，就是有关于我想在这里提供另外一份资料哦，因为根据电资工会，因为大家刚刚都在吵说要如何，就是如果今天资方违法的话，那其实到底要怎么落实这个稽查，让劳工真可以得到他们的所谓权益的保障，或者是保护劳工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哦？那我想这里的一份资料，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因为。根据电资工会将劳动部公布的违反劳基法的资料哦，他用这个程式去筛选之后，发现所有事业单位违反劳基法的次数统计，依序是违反劳基法的第24条，就是没有依规定给加班费，总共有6993笔，是占整个违法的20.89%哦，跟32条的第二项，也就是所谓加班超过每日或每月时数上限，将近6000笔哦，也将近高达到18%。然后接下来呢是第36条，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违反七休一，将近3814笔，那也高达11.40%。那其实统计出来的这几项都是刚好违法劳基法的前三名，而刚好都是这次行政院想要修法松绑变得有弹性，所以有弹性的部分。那所以可不可以请就是？劳动部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提供下，以及这违法劳基法前三名都是刚好这是你们行政院想要修法松绑变得有弹性的部分的这几个部分，那未来你们要怎么去做保护劳工权益的这一块，要如何落实稽核哦，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外界一直在说我们这次的劳基法修法并不是替劳工去争取权益，或者是说劳资得到双赢，其实是没有，大家都觉得这次修二，那整个看来就是一个配合资方，譬如说他没有要的你一样给他嘛，所以就是要5毛给5块的这种做法。那我想一下，譬如说昨天我想试问啊，昨天我们一直讨论，譬如说提高加班工时到54个小时，包括昨天讨论飞扬的，譬如说讨论的所谓的轮班制的部分，然后由11个小时调降到8个小时。如果今天现在
我们为等一下很不幸都下去表决，按照行政院版都通过了，然后现在我们连讨论就是说劳工连续上班十二个小时也让他就这样子过了，那是不是就等同你把这次把劳基法修成过劳法的最后一块拼图？我觉得这个是劳动部应该要去省思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试想如果一个连续上班十二天，你这十二天都有可能都休息不到八个小时的结果的状况下，这个是环环相扣的，那这样的结果下体力再好的人受不受得了？其实我觉得这答案是很明确的，其实这就是以所谓一个过劳嘛。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所修的只是一个过劳法，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子去处理？那又包括你们根本没有办法落实稽查真正违反这些劳基法的资方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如何去保障劳工的权益哦？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的重要的啦。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就劳动部这边能够说清楚一点，不要到最后说真的发生无法挽回的憾事的时候，你这个舆论不是单单只会指责到雇主让劳工过劳，其实说真的，今天让这个法过的人才是所谓的帮凶啦、啊。哦，所以我觉得秘书长你自己要好好的省思啊，包括劳动部部长。好，谢谢陈委员、张立善委员、许淑桦委员，再来，好，来，赶快，你呀、啊。好，院长还有各位同仁、哦，就精简了、哦。OK， 好，我想刚刚大家都表述了很多，但是我要让大家回顾一下，也就是说你在一例一休之前，台湾是什么？是周休二日哦，周休二日哦，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回归到什么？也就是一例一休当时的原则是因为例。是一个法定的，就是强迫你一定要七休一，所以这是当时修法的一个价值，一个核心价值。所以我们说啊，今天为什么要坚持七休一？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普世价值。那今天为什么劳团会说，我们现在又要松绑七休一，等于回归是倒退？整个倒退三十年，也就是今天所有劳工团体为什么不能接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假设在协商会场没有发言的任何一个委员，当然要争取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发言，等一下下去表决了以后，也就是我们是配合政策杀人，政策杀人。表决前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每十一天当中。就有一个人过劳死，每四天当中就有一个人因为过劳而罹患心脏血管疾患，导致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所以我要跟院长还有所有同仁呢，今天我们修法，你看看这个缩帖，这个缩帖上面是因为特殊性质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解套，也就是这一次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特例而来要修法，那我们担心就是特例变成常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你所提出来这些特例当中啊，所谓的哦，无论是在国外啦，或是哦在船舰工作，或是什么上山下海，这些人数的比例占所有劳工团体的比例有多少？我想将近10000000的劳工。那这些到底占多少？所以依照比例原则的话，我们今天为了这些特殊的比例来修这个法，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有没有必要？那再来一点，就说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四周变形工时啊、哦，已经非常弹性了，甚至你的第二重作为当中，如果没有被公告的行业，你可以提出你的需求跟具体理由。所以我认为啦，也就是我们今天修法是要朝向大多数劳工的权益来进行修法，不能让这个法越修劳工团体越不满意，而且在劳资双方方面是没有办法平衡的。所以呢，今天如果等一下就用表决通过的话，我也会让大家充分发言，我相信我们大家的责任是相当重的、啊、大家都可以发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特例而去修这个法。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呢、啊，无论是主管机关或是我们在这里有权力立法的所有的委员，应该要审慎评估这个松绑七休一到底对于未来整个经济产业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
劳工才是企业团体最重要的保障，对，好，最重要的这个发展基石。所以我想这个七休一我们国民党团坚决反对松绑。好，来许淑华委员。好，谢谢院长。我想刚刚很多的委员都有提过了，确实国际劳工组织在1921年的时候就已经规范了七休一，我们自己在民国73年制定劳基法也是把这样的精神放进去。那现在我们在30年后放宽，不只是倒退30年，就整个国际的标准来看，我们说是倒退100年其实也不过分。因为七休一它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确保劳工可以在每周至少要有一天的一个休息嘛，才能够保障他最基本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如果我们的修法我们是可以容许可以调整例假的周期的话，变成14天有2天的例假，而且是可以连续上班12天，我觉得这个是剥夺了我们劳工基本的休息的权益，而且我们例假的精神也被破坏代志。现在行政院的版本它放宽是事实，劳动部我们事后有增加再把关的机制，其实我讲这个都叫做突然，因为劳基法它就是最低的标准，我们不能够向下修。七休一它所需要的弹性刚刚很多人都讲过了，我们现行的劳基法已经有变形的公式，包括也有相关的函释可以来处理。而且根据劳动部在11月份做的民调，不论是延长加班工时或者是休息日加班费何时计算、七休一等等的议题，都是不到40%的劳工认为是需要调整的。那么这一条争议最大的七休一，现在有60%的劳工是认为是不需要调整的。所以七休一它是基准中的基准，底线中的底线。那么另外我要讲工时过长还有它的工时的弹性化，也是劳工过劳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因为现在我们短期集中的工作呢，让劳工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喘息的，那么对于整个的社会跟劳工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尤其刚刚我想很多委员特别提到2012年到2016年总共163位的劳工过劳死，这个是近几年的资料而已，所以我们才会得出平均会有11天有 一位劳工是过劳死。所以当我们的七休一若是我们松绑的话，当我们的例外变成了原则的话，我们的过劳的问题会更加的一个严重。好，那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现在行政院为了要安抚劳团的反弹呢，对于七休一的松绑，在工会还有劳资会议之前，我们增加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同意跟劳动部的审查2道的程序。那我现在还是要请教部长，这看起来我们有把政府的把关机制纳进去，可是未来我们的公务人员会不会加重他们的工作？现在我们全台有140多万的一个企业，那每一个行业他的工作都不太一样，样态也都不同。那么不管未来我们在认定上的话，我们同不同意，我们这些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去评估他行业的特殊性，所以他的人力跟他的物力都会增加，都会增加，而且是非常的庞大。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消耗、去接收？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的非常清楚的。最后，七休一是跟这一年来我们的一例一休的这个修法争议其实没有关系。刚刚很多人讲过了，透过函释，已经有很多的行业是符合例外的状况。我们劳动部应该是要把我们想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我们去检视每个行业的特殊性，有例外的让它例外，而不是一体的把它放宽。我觉得放宽的话，这个对我们整体的社会来讲，还有整个的劳工的劳动条件是不公平的，这只会让我们现在台湾的劳动情形会更加的严重。谢谢。好，谢谢。来，李彦秀委员，再来许一人啊，来，啊，你最后，好，好来了，李彦秀委员，好，你最后了，来了，来了，不是啦，你先讲啦，这个已经好。好，院长，我非常的快哦，因为何新纯委员刚才有特别指导我，我认为哦，我们今天讨论任何一个法律案，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字都会非常的关键跟重要哦。何新纯委员刚才特别针对于我的修正案，有特别做了一番解释，但是我更认为，我刚才一开始国民党团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针对七休一、针对工时账户、针对11小时轮班制，我们个人都认为没有任何的空间。但是我个人提出来的修正案，拜托何新纯委员戴上你的眼镜回去好好看清楚，
核备跟核定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今天我们针对于行政院所丢出来36条的版本，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为什么要会同事业主管机关？为什么要弱化我们劳动部本来应该把关的劳基法？所以我更认为，在民进党现在行政院送出来的版本里面，所有的文字上我都改成核定哦，我都改成核定，而不能用备查的形式。等一下，我相信部长你自己部长，您部长非常的清楚知道。你是写备查啦，你不是写核定啦？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有提修正动议就可以来谈嘛，那表示你也是。也意思讲，哎，当来讲啦，就有谈的机会。我的立场第一个非常的清楚，那就看，那就没，那我们就看到劳动部他到底能不能改核定嘛？是啊，让他解释，让他修正成核定嘛，让他解释嘛。可不，院长可不可以让我说完？来，因为我们现在有工会的企业团体其实太少，我们都知道。劳资的弹性是不对等，劳资的天平也是不对等的。未来这个开放之后，我们会有多少的劳资会议是造假的公文，最后变成是一个核备的状况，先要求你做了再说。我们要开罚的时候，有我公文有上去了。院长，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啊，等下我说明一下。对，所以。我认为这两天看到林美珠部长哦，在这边听我们协调，我都觉得他有时候的也点头，他也觉得心里有道理，所以我真的觉得林美珠部长不要帮民进党团哦，当劳工过劳死的帮凶，过劳的帮凶，真的真的。过劳跟过劳死的帮凶，过劳跟过劳死的帮凶，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这边彼此协商的时候，互相尊重，不要拿着，没关系，我自己拿出来的版本我自己负责，但是对于核定跟核备两个字实在差异太大太多了。我们会给部长，最后我们请核心委委员戴上你的眼镜回去好好看清楚。好 ，OK， 嘿嘞，徐议员。简单啦哈，因为本来10:30到又延长，那最后我们也要留一点时间给部长来说明一下了哈，尊重嘛。好，谢谢院长。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希望，待会部长可以说明的，主要是今天在谈这个36条嘛，那刚刚有这个缩帖啊，我想说就这个缩帖里面的几个劳动部提出来的一个防范措施哈，或是一个。实际上运作的方法来去做一个那个询问，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松板七休一，然后变成14休2之后，那个劳动部有提出，就是三个我们认为可以禁止这个就是这件事情实际实施的状况有问题的做法。然后第一个就是政府把关，那第二个是劳资对话，第三个是政府监督机制。那基本上。我认为在我们现在这个台湾的状况啊，这三个机制都难以实行啊，就是说第一个政府把关的劳检的机制这个部分其实是蛮困难的，这我们过去都有看到，因为劳检的实际上实行的状况，还有台湾有900万的劳工，然后有100万个中小企业，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劳检这样子随传随到，这实际上做法上它是有困难的，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不能立一个法之后实际上实施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蛮大的一个困难，那这部分我希望部长可以解释一下。那第二个企业劳资对话，这个部分啊，其实自古以来劳资本来就是站在对立的立场，那要期待一个就是企业和劳工和谐的一个对话，其实我们的政府其实有一点点太过于美好的想象。那如果说劳动部是站在一个替劳工制定一个基本的福利政策的思考去想的话，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完切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机制？因为就我所知，目前以台湾的这个工会其实比例是偏低的，那甚至于有一些企业在暗地里是禁止劳工参加工会或是组织工会的。那这个部分
到时候劳动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或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在现行的编制里面有没有办法去介入，我想这 部分是必须要去真的 很认真的去看的啊。那最后就是说政府监督机制，这个部分还是要回到说我们不能够做空白授权啊，因为这个我感觉是因为劳工手上已经没有工具可以使用，那如果说这个工具都还是做建立在一个我们期待劳资双方对等的情况之下，那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想劳动部提出这个缩帖，我想他也相信有一个做法的一个考量啦。那我们希望说林部长可以在这个部分做出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那在执行的部分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忧虑，这样。好，等一下请部长说明。谢谢。等一下周成委员，最后给林维周委员，最后一位林维周委员来。好，谢谢院长哦。今天大家在这里哦，重点就是要捍卫劳工的权利啦哦。所以不管我们的力量有多大，或者是多么的渺小，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为劳工来发声哦。那刚刚好几位委员所关心的每这个11天就有一个人死亡的这个过劳死的这个情形，这都是劳动部给我们的资料啦哦。但是台湾的职灾认定哦，其实是非常的狭隘哦。刚我们总召也说了，它不是宽广的哦。像日本啊，他们因为精神压力而自杀身亡的，他们也会被判定他们是过劳职灾哦。但是我们台湾就不一样哦，台湾的规范只有因为脑心血管疾病才会被认为是过劳职灾哦。如果劳工因精神不济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发生其他外伤，也会被界定是别种职灾哈，是别种职灾，而不是过劳职灾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呐哈。所以如果是连七休一哦也来松绑哦，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会造成劳工连续工作12小时，而且每天工作12小时的这个短期过重的这个情形哦，这个会使这个更多的过劳黑数哈、哦、来产生啊哈、哦。那我们现在哦，这个4周变形工时哦，它明明就可以不受七休一的限制了，而且有42个行业可以适用哦。那为什么还要让这个非变形工时的行业，经过一个主管机关号称可以监督的这个程序来放宽，这个到底是什么逻辑，是什么道理哦？我请劳动部跟我们讲清楚说明白哦，谢谢。好，来请维州委员。这一次劳基法的修订哦，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大家都不会哦没事找事做了哦，这个行政院也好，民进党也好，或是国民党也好，我们不会说无代志找多代志来做了，而且还找一件很难做的事情，都一定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了。哦啊，我们大概可以想到的，哦，大概就是说，很多企业觉得需要说有一些弹性，才能让他们的企业经营更好，哦，可以提高产值。提高产能，提高 GDP， 甚至可以雇用更多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大概是想要有这个目的嘛。所以方向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针对企业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去针对劳基法来修订，给企业多一些弹性，运用劳工劳力的弹性给他们多一点，希望达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目的。到底达得到达不到，这个很难说服我们、啊、就是说这样做下去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产值，然后整体提高我们经济成长的 GDP， 这个在我真的 不得不、哦、说劳动部或是说行政院，你们没有给我们很完整的报告，说这样做下去真的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啊、的数字，真的没有给我们，所以很难说服我们，当然更难说服劳工了、哦、劳工跟资方之间毕竟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
当然就更难说服他们了。所以值不值得啊？我们没有办法被说服。如果改了下去，确实影响了劳工的权益，但是值不值得呢？能不能达到我们要的目的呢？真的无法说服我们。再来我要讲的就是说，那即使值得，那应不应该牺牲劳工的这个权益？确实会影响劳工的权益嘛。好，简单的讲，这一次整个修法发了三支箭，一支箭呢就是让劳工能够连续上班的天数变长，这是第一支箭，本来是七休一，然后现在改了之后就可以了，十二休二，连续上班的天数拉长了，那更让资方更有弹性。第二支箭，连续上班的时数也把它拉长了，就在一段时间内啦，总工时不变，这个你们讲得很清楚，但是在一段的时间内，比如说这个加班时数单月可以到54小时，那就是在三个月内的那一段时间是把工作时数也拉长了嘛。这是第二支箭，也是用在劳工的身上。第三支箭，休息的时间把它缩短了，轮班的时候我们坚持说间隔要11小时，但是修法之后间隔可以把它缩短，你看休息的时间缩短了，上班的天数拉长了，上班的时数也把它拉长了，不管是一天不管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三支箭齐发，希望达到经济成长，雇用更多劳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样的目的我们达得到吗？真的很难说服我们。我们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把关机制，好，就以三十，我不会用太多时间了，就以36条这一条来讲，前面的我们都讲过了，这个是上班天数把它拉长，有一些把关机制跟特殊行业我们才允许，那其他委员也都提过了，我们现在现有的机制有变形工时的相关规定，让特殊行业可以用，你在海外上班，旅游业，在船上上班，这个船员，或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状况，要周年庆、要赶大月的时候，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状况、特定的性质、特定的地点，这个我们在弹性工时的时候都有一些允许，但是现在要把它回到36条的这个法来定定，让更多行业可以适用。如果没有办法让更多行业适用，那就不用定法了，就是要让更多行业、更多公司可以适用，这样子的把时间拉长，工作时间天数拉长。好，把关的机制有没有效，这个我们当然要去考虑的。144万家企业将来要核准，我们等一下也请可以请劳动部讲一下，要如何说这一家可以，那一家不行，没有办法，一定用行业别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行业别之后，我们又如何去确定说，同样的这个美容业的行业别啊，这一家讲的是真的，他只用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呢？特定的状况的时候啊，那一家申请的其实过年过节原来的劳工就可以，这个再请一个劳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他不这样做。我的意思说就是说，我们的检查机制跟把关机制是没有办法落实到每个企业，我们只能用行业别，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一些行业别里面的个别企业误用滥用这样我们所给予他的这样的弹性了，我没有办法，那个是数量的问题，144万家的企业，好，法一松大家都可以用。我最后再提醒劳动部行政院一点，三件齐发，而且可以同时用在同一个人啊，
就说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轮班制的员工、劳工，同时又适合这种四种特殊状况，也可以让你的天数连续上班天数也可以延长，轮班间隔同时可以缩短，加班时数也可以弹性延长，可以用在同一个人身上哦，三箭齐发都设在一个人身上。当然你们都会说啊，那个叫极端状况，极端状况。如果极端状况是很少的，我们根本不用修法。为什么要修那么大的法来适用那个很少的极端各样态呢？一定是有一定的数目，修法才有目的嘛。那既然有一定数目的那个数目，我们也看不到劳动部给我们有多少数目。假设那个是100万人，100万个劳工，200万个，我们都没有数字。假设它太少，那不用修法，我们用特殊状况来处理。只要很多，三箭齐发，同时可以设在好几百万劳工身上，那我们要更谨慎啊。对啊，是个过劳呢，怎么办？给他们说明一下啦。经济让它成长了，真的达到了，让企业弹性了，真的也达到了。讲一个钟头已经快变成两个钟头，你们就在楼下弄。喝啦，来麦克风绑布条，不然那个维州当然反对。你在拖延时间，维州，维州，表演了，维州啊，好来，我们给劳动部讲一下了，劳动部来说明极端到底有多少量，你要告诉我那个叫极端。请劳动部吧，劳动部了，避免极端，这是真的了。来，请劳动部说明了。来，劳动部，请说明一下来。好，谢谢各委员。我们在提出来的这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政府把关的机制。那么虽然大家刚刚对我们的把关机制指导很多，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明，事实上呢，我们这次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是虽然我们有4周的弹性，但是我们另外有2周、8周的弹性。2周、8周弹性适用的行业，它依然受到7休1的限制。所以呢，在这次修法的时候，是2周、8周的这些行业，他来跟我们讲说，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在碰到这样一个例外的一些情况，他们没有办法适用。再加上呢，我们来考量到，其实我们在105年9月10号的时候，我们已经针对一些特殊状况，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硕铁的这个第一页的部分，我们已经针对3种情况，我们已经开放了。在开放之后呢，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指导我们说，这是以一个命令的一个方式，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它入法。因此呢，在这一次呢，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个命令，我们等于是把行政命令法制化，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法规里面来。那么法规里面呢，我们现在的把关机制，各位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缩帖的第三页的部分，我想跟各位说明一下。像第一个时间特殊的部分是我们原先就有的，我们原先是说配合年节、纪念日、劳动节日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该要放假的日子，那我们现在呢是加上一个或者公务机关举办的活动协助疏运。那么我们这里所讲的，譬如说有一些公务机关举行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是需要一些这个疏运，譬如说那个什么花博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我们是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它的行业当然不是全行业，我们会针对这一个特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过去有配合年节、纪念日、劳动节日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应该要放假之日，为因应公众的生活便利所需，这个部分呢，我们呢只在未来行业里面，因为过去我们也只有让这个食品业啊或者饮食业这些，但是我们会再去盘点一下，就是说像过去只有屠宰业嘛哈，那我们这个呢就会去考虑到实际上的上中下游的一些状况。那么第三个呢，是为了办理重要的运动赛事转播，就像我们这次的四大运，那么的确为了这样配合一个重大的赛事，或者是奥运、亚运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可能需要有一些例外。那么在时间特殊，目前我们盘点出来就是这3种例外，而且不是全部的行业，一定是跟它有关的一个行业。第二个呢，是地点特殊。
那么地点特殊，我们过去呢也说他的工作地点如果是一个特殊性，譬如说海上高山或者偏远地区，而在这一次我们只有加上一个在隧道，因为在我们盘点的过程里面呢，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隧道工程在进行，那么他的这个隧道工程的操作人员他是一组人马，而且他是技术性的，那么他可能一进去他希望就能够譬如说10天或者是几天，所以呢他有可能会超过七休一，这是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希望，所以呢也是只有针对这一种人员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性质特殊，那么性质特殊呢我们在这里是加了一个税休这样的一个，这个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规定说劳工在国外船舰航空器啊或者围场或者是一个税休执行职务，这个部分我们并没有修正，但是我们加了几个状况，就是刚刚有委员提到的为了要因应天后施工工序或者是作业期程，那么这个呢当然是有我们可能刚刚也提到有可能这个营造业或者一些的这些公共服务业，那么这里为什么我们会加上营造业，我们未来也会给他加上一些条件或者一些期限了哈，因为呢他们有些人是说他灌浆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工程他连续壁啊或怎么样，那当然这是非常专业的，未来我们也会针对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在公告的时候我们会再把它给厘整清楚，也不是所有的行业是只有在这种情况有必要的情况了哈。那么同时第三个呢，我们是因应天后海象或船舶作业的一个作业，那么这里我想院长也很清楚，就是我们在这个海港这边，那么他由于这个船货进来的时候他是大量的一批上中下游的人都在那边等待，那他们是要抢时机，真的是要发展经济，如果他一跑掉他就没有这个生意，甚至于他 delay 到这个货运的这些运货的时间或者是处理的时间，都会导致我们很多很多商业上的一些损失，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次也加进来。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再加一个说因应表演拍摄期程或者修复艺品，刚刚蒋委员也提到过在我们的四周弹性里面当然有一些规定，可是这个是只在2周8周，因为呢这个是牵涉到非常专业，所以我们也特别跟文化部来讨论过，那么这些我们以后会把它一个厘整出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允许它来认为是一个性质特殊。那么大家比较有争议的是状况特殊，那么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说明，譬如说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啊，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社福团体，他来跟我们表示说，那么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的一些机构，特别是一些像类似喜憨儿或者一些其他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呢除了定期要照顾他以外，在6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带他们出外去做办一些活动，甚至于去对他们来对人际的一些交际，那么他1到5已经工作了，可是6、7呢他办活动的时候这个宝妈他一定要跟着他，因为这些孩子对着他是有一个依赖性，如果你这时候换了一个老师，对不起，他对他没有信任感，对他的照顾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未来这个设限我们也会是把它窄化到比较小，虽然我们的文字上或许不够完美，但是未来我们在接受各位的指导之后，我们想办法再把文字更加的一些精简，那么这些呢都是实际上有需要的，好像我刚刚举例的来讲，这些他办理营队啦，或者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各位都有选举的经验，在选举的时候要七休一真的是很难啦，所以我们在这里举例出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想我在想是说我们这一个是我们所举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状况，那至于刚有委员提出来说，那我们的把关机制，第一个我们是用主动出击，所以呢我们秘书长已经召开过好几次会议，我们一直在厘整这相关的这些规定，我们这个也只是初稿，我们呢会一次再一次我们会来检视，我们希望未来在我们法令公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那个范围限缩到就是实际上有它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出来。那同时呢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刚刚有委员说未来我们的审查机制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平台，我想那是一个表达的意见，在我们今天给各位的这个说明里面我们还依然还是很清楚，我们就是有我们的审查机制，所以我们并没有变动，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讲话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规划就是说，各位看看我们的条文，我们的条文是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然后而且要经过我们主管机关指定，所以当我们主管机关在指定这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经过我们的所谓的一个劳资的一些的这个审查的机制，那这个机制里面它要表达是说包含了劳资学证，
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会放掉劳工，我们会请劳工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的行业是不是真的会啊？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未来要怎么样的这个机制，这些我们都可以讨论。不是，那照你们原来机制就是咨询会，可不可以继续维持咨询会？这个部分，因为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当然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咨询委员会，那委员会的这个工作性质是不是跟他一致？因为呢，他们的申请方式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的那个基准审议委员会呢，咨询委员会它是针对84条之一还有一些条件的放宽等等，那它的这个主动被动的程序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各位报告，我想秘书长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话我们都是要负责的，我们当然不会随便就放，所以我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行业是能够包容社会大家的一个最大共识，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个行业是可以的，我们才会予以公告啊。我想我们要表达的诚意是这样，那请各位再继续给我们指导，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在把关的时候能够尽量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我或许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有委员垂询的我还没有答复到，如果需要我再补充我再补充，但是我们秘书长这边也他也要再表达一下。院长各委员还是非常感谢各位从昨天到现在这么辛劳的这个在这里做这个协商，不过我刚刚从美珠部长最后举例的那个例子当中，我看到大家都露出了微笑哈。我希望用这个微笑当作我们今天协商的结束了哈。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劳工是国家重要的资产，任何人、任何执政的、任何执政者，我也相信任何的朝野政党都不会以伤害劳工来作为推动政策的过程，这是我的信仰，我希望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任何的政党都不会这么做，任何执政者都不会这么做，我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刚刚维州议员讲的一段话，我看他是语重心长，他说七休一变成14休2，甚至可能是10休4，都是工作时数的拉长，天数的拉长，但是也同样对劳工来讲是休息日的拉长吧。所以你看到的是工作时数拉长，对劳工来讲是休息日的拉长，他可以做很多弹性，这个弹性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劳工的。所以劳工的工作权、劳工的选择权都不能打折，我们不宜在文字上去做过多的限制劳工的工作权跟选择权。如果可以这样的话，给劳工弹性跟保障劳工的安全是同样的重要的，同时提供一个友善的职场是国家整个经济发展重要的环境之一，也是劳工所需要的。所以这是劳工的选择，我们需要保障劳工的选择权。我们只在强调说周休二日、劳资协议、劳工的选择跟劳工的保障，这是今天我们修法的整个精神，这是与行政院所提出的4个不变跟4个弹性最大的原则。但是无论如何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我还是代表行政院向院长及各位党团的重要的成员们、各位委员们表示我最大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我们院长，我们的微笑没有厘清一个问题，沟通了、哦。部长，集单可以是例外吗？所以我们这个沟通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就等一下11:05，我们就继续开。院长，我们刚刚的微笑不是很认同吗？是觉得很可笑啊？集单可以例外吗？不，没有，没拉草。不是，集单是特殊条件哦。特殊条件。那我问你，集单会不会成为特殊条件呢、啊？休息有拉长，哎，时间不灭定律，好不好？拜托。哎，秘书长，如果工作时间都12天了，哪里与休息之间有拉长？没有拉长啊！你们的特殊条件就包含作业期程，作业期程含不含集单啊？赶工？工作时间、积劳成绩还休息什么？